回想台湾，咱会保持这个土地。四百年来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受到外来族群的蹂躏，加上中国国民党七十几年来的肆虐荼毒，结合中国共产党以及遐个受圈养的红顶商人，毫不留情的摧残我们这一块曾经被誉为佛摩萨的美丽家园，目前已经奄奄一息。咱的祖先被抓被关，牺牲生命，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股点点民主自由，进入科研，体验不久的将来，就必有中国党以及共产党联手来收回。是咱大国办公室的创办人王献吉，大家好。继续是咱台湾北社咱的社长张业生张社长，咱李光英员叶怡津叶委员，这个咱这个解职的少女陈妙婷，蓝真。也欢迎国防外交的召集委员魏耀前叶委员，再来咱台湾新客家党党主席古文发，爸爸飞河阵线的发言人李卓汉，大家好。啊，关林一雄老前辈，啊，好的，是咱社会革命党的党主席雅一尚，咱朱凤达，甲国家人文会会长，咱个蔡正元蔡会长，继续是咱吴新坦大哥为资深作者出面，这是路易特哈新双河联名会诶会长哈，啊，各有咱。青年火大联盟的这个应该是执行长，但沈志林执行长。好，对啊，是咱九控办的，咱九控办的各委会定哈，徐世博徐会长。好，咱肖另外是咱这个言论自由联盟的主席肖东汉肖主席。我来 Q 控版黄条镇黄会长，最后是咱 Q 控版林金大会长，而且我希望我无啊，咱军中人权哈，而且军中人权，咱的蔡妈妈刘任颖，各位媒体小姐、先生。咱今日来参加这个国际儿童医疗更好台湾行动联名成立的记者会。成立这个行动联名，
最后六节，就是要向四二公里了。九月十六，各位甲总统选举以前，要向中国国民党射出五支箭。第一支箭就是中国党无倒，但未好；中国倒倒，但再好。啊、哦，第二支箭就是东山归元，台湾怎样？这七十年来，霸占人民的财产，经过遐侪年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马英九也好，朱立伦也好，讲要行，甲这两个无行，一定要甲倒转，东山归元，台湾怎样？第三支箭，就是咱要发动五族民共同体。用我做名共同体，会共同利益来推动制定新的法，台湾制宪确立主权，这中华民国宪法，这不是为台湾人写，是为中国人写，所以第三支箭是制定新宪确立主权，第四支箭。就是咱要透过独立战反倒所有战争损毁来宣传台湾主权，伫台湾人手中。台湾制度是由台湾人决定，毋是由国共两党，也是中国共产党来决定，是由台湾。自民来决定，台湾制度自民决定，这是第四支箭。第五支箭，就写出我正是同意了，更好台湾。你讲你了，国会总统选举对台湾是足重要。咱一九四五年，被所谓中华民国共和台湾。这是台湾的分限制，咱要用选票来托起这个外来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搁再攻服台湾。所以最后呢，就是要伫十月二五，迄天伫阿里山，台湾独立车站、独立山车站，伫遐签会、签订。了，咱一直要点各地车站预演，甲正月初三、明年正月初三，希望全台湾288个火车站头前，同步来坚定，用光来照台湾，用光来保护台湾。咱有决心要甲过去黑暗的统治的政权、独裁霸权。甲诞生掉，迈向光明的前途。所以咱即届决定是讲了，更好台湾，行动人民成立意志。各位可能看到这个 DM 传单，这个运动差不多所有不同社团拢有人数，嘛真济偷懒拢有人数。但是安尼无够，即只大型活动要透过在座这社团要来完成，这是真困难。但一定爱像二零零四年百万人手牵手，结合所有的政党，结合所有的本土政党，所有的社团来推动。安泰成功，也是用去年太阳花协议，所有少年人拢站起来参与，用行动来参与这个活动，这大型的活动，决定是同意了，跟我台湾这个行动再成功。
所以咱即马今仔日开始，咱嘛要继续来拜访所有本土政党，找找认同，邀请认同做下来推动这活动。所有的头人嘛要来邀请开发协议、黄国昌、时代力量，才会新。新的青年特色力量来做这个运动，尤其是本土这种关系，因来党来认同做这个运动，会使讲对决定是讲迄条，更有台湾的成功，佫有较大的帮忙。今仔日这个记者会，希望经过未来。继续要求人数以外，最后会当搁请二八的总教、二八主管长侯一伯啊，会当搁老帅亲征出来露名带领，啊，表示台湾人团结一致决心，要终结中国国民党，要迈向光明。今日记者会。事实上，我真激动。我向各位报告，在我的记忆内底，我的记者会唔捌像今仔日安尼热闹，嘛无准时，啊人嘛无照预期的这么踊跃来。虽然人数会几百个上台，但是实际虽然丰富。反应来无济，但对我来讲，来办这个记者会，对我本身来讲，我非常抱歉，感觉这是一场无成功记者会。啊嘛，各位人看到，我在酒店坐一个魏耀谦，伊讲是较早讲。召集委员会的召集人，但是伊那第二公控七年，洪三军伊是扮演着副总指挥的角色，伊这款形象伫社会，互人抹不掉，讲伊是洪三军重要角色。洪三军有真个争议，包括我嘛无赞成。我嘛反对，但是今仔日，伊要推动制宪，要推动独立，要推动杀倒中国国民党，即款个外来政党，要推动终结中华民国，即外来宪法体制。今仔日坐到遮，是大家甲肯定、甲拍鼓。咱要有信心。咱一定爱把这个决定二公里哦，更好台湾行动联盟继续运作，一定爱成功。多谢。来，你们请叶委员哦，请你讲几句啊，简单讲几句。好嘞，拍拍我请叶委员讲一下，讲两句啊。今仔日是五日空吼，即马英九真真切当吼，爱讲伊真好困啦吼，啊咱是真艰苦啊吼，所以要来开记者会吼，甲叫看，真是袂安尼啦吼，啊讲出来有记者会真歹势吼，啊感谢大家的努力甲拍拼吼，啊咱继续爱做个，啊一个有真侪工课爱做爱个拍拼吼，啊咱共同努力，啊感谢大家，谢谢。来，等一下。中国党岛，台湾才会好。中国党岛，台湾才会好。党产归零，台湾才会赢。党产归零，台湾才会赢。制定新宪，确立主权。制定新宪，确立主权。台湾前途著名决定。台湾前途著名决定。决战2016，光复台湾。
等待这马英九落台吼，国民党斗进程吼，就是安尼吼。有淡薄仔时阵帮我当，还是创啥物会吼，都有干扰啦吼。我是感觉讲话紧啦吼，那大家要继续努力。讲到党产吼，就要讲说很多数字啦，因为如果大家都一样有关心党产，有人说几百亿啦，有人说六百啦，有人说一千啦，最新哦，最新已经九千多亿了。那最近呢，很多人在炒那个牯岭的代志嘛，就是讲台北市的小学生，一礼拜有一罐牯岭药啊。啊，我刚好在台北市议会王世坚办公室当主任啊，一年哦，台北市大概要花1亿来给小朋友喝牛奶，我感觉是一个查某一个小男孩的爸爸，我当然赞成啊，没有人会反对嘛，对不对？我是觉得说，党产讨回来不一定要盖青年住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些台面上这些建商哦，先查一查，不然哦，找他们盖青年住宅哦，是会可能会像福州这样有危险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也可以喝牛奶。那我分析一个数据给大家听，就知道党产有多恐怖、多重要了。9000亿的话，台北市哦，一年要花1亿，对不对？可以花喝9000年了，非常严重。我想就没有人会反对了吧？对，大家加油好不好？不管炒房产还是台湾建国，都要加油好不好？不管好还是好，还是有溢价无溢价，还是麦克风是不是清清楚楚，咱有耐心，好不好？好。
M503来这个吼，步步紧逼来这個台湾吼，啊，而且虽然咱民进党吼，蔡主席有用这个吼，要维持这咱台湾生存的现状吼，要啊主权自主吼，民主吼，迄个吼，啊个社会自由吼，这来吼，维持，但是嘞吼，咱蛮加需要咱这2030年吼，这会当。台湾会当出头天，所以这个两千零三年的选举，就是讲咱自民自决的一个决定的对了。所以咱不但爱总统爱选赢，咱的国会也爱过半。啊，伫这个时阵，大家吼，正拍平的时阵吼，咱希望咱所有的力量拢会当这个国会过半。参选是吼，啊参啊。民主，政治，这是大家诶，大家诶，迄个热情吼。但是咱希望讲会当，会当国会吼，真正会当过。再袂当操咱咱总统他过去执政诶时阵诶迄个困境吼。所以咧，今仔日遮吼，咱会当即个行动联名咧吼，会当促成即个吼2036年吼，咱诶自民自决诶成功吼。咱早咪讲，洪秀公哦，台湾啊，佫一个龙虎电视咯，哦，啊咱哦，2032年的成功，咱嘛早有法度讲哦，对这个东山哦，啊，实在真好势哦，早咪讲国民党、中国党用东山来一直来把持这个政权哦，啊，咱嘛早有法度讲哦，转型正义哦，咱树立正义，咱咱中国的正义哦，啊，咱这个哦，宪政改造的这早有法度做嘛，所以今仔日哦，咱这个。行动联盟的算是足重要吼，啊，而且吼，咱大家共同来拍拼努力，多谢，感谢，来感谢咱家长吼。我觉得今嘛吼，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以什么来保卫台湾、捍卫台湾呢？有一个音乐是柴可夫斯基做的《1812年》，里面就说。拿破仑侵略苏联的时候，那么他们是以十字架来捍卫苏联，就1812年的戏曲里面有讲。那我们台湾要以什么来捍卫台湾呢？就是台湾心，就是认同这个土地，爱这个土地。刚才讲为了天。我们老同事以前我们也是党外工作外开始怕起来道理讲这个宪法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外来的政府也是外来的像你都讲流亡政府啊，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打倒因为人民没有武器美国的宪法保障人民有武器可以有列强就是因为大陆是一个国家，我们这边谁有武器，就是军队、警察，还有黑道有武器，人民手无寸铁。所以这次太阳花谁有？如果占领立法院也好，行政院也好，手无寸铁。为什么？这个就是人民的力量。科比为什么赢？也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要惩罚国民党的斗，就是要选票，就是要未来的总统要阿英当选。所以说，我还是民进党员。台湾就要有这个决心。现在台湾变成马英九领导之下快要变成共产党的，所以台湾人要觉悟。要对这次的选举，大家投下神圣的一票，投给民进党了。啊，多谢多谢。谢谢。我是一个台湾的蔡思良妈妈。我这个团结联盟的是，我讲我过了节，我终于起来了，是我第一个起来。我刚刚24点钟啊，等他们分我的台式台机哦。无，我这分我无一人拢熟悉啦。就是因为。今仔日我伫即个七日当中内底，我深深去体会着国民党，因对咱台湾人，下囡仔是实完全是无迄个疼惜的心态，来咧甲咱参拜，所以足侪冤魂伫
这二十冬内底完全无受到迄种战争之下死万几个，所以我全心体会着这个痛。所以我真是真正不愿予别个家庭阁继续发生这个代志落去。但是咱有缘，咱继续爱来坚强，爱来面对这件代志，来做落去。做的原因就是要禁止以后，咱遮所有的囡仔是生去到军队，就是袂当予将军打死去。因为长期来第一方就是大家拢清楚的，国防部上好，来就是安尼国家政府好，来将军下到就是好的方面。包括咱是安尼问题，足侪司法的问题，顶顶塌塌，必须着咱百姓，伫这个社会中，无法度得到咱这个公道。所以，我一直看觉讲，咱着细只，如果今仔日家己人是无爱站出来，勇敢站出来，早晚着这个政权来改变的话，这个代志是永远无可能当改变落去的。所以我旧年，咱的中正区遐咧继续抗议。正式的时阵，前年甲旧年嘛是拢有一寡中正区甲万华区，咱遮一寡国民党系体系的时大人，因拢有甲我讲过，因讲如果我蔡妈妈也是站出来选，为着这个长期这个军的代志，无一个为要替我做的工作，我如果蔡妈妈若愿意站出来做，因拢要停我，因为这件代志一直拢无一个人要来做，台湾囡仔去到军队时。我都受到他们的那种保护，因希望我会当提出我这七年啊，这五单元，以前是五单元嘛吼，把这几年的精神提出来吼，我有一个大爱，会当阁救较侪囡仔是实，咱讲正经的囝，我的囝无去啊。当初是某一个先辈甲我讲，蔡妈妈，你唔通干咧，家在街头拢去吵闹，全失去咧吵闹，要拼囝的性命。我讲先辈讲了错误啦。我的囝已经无命，我即摆救的是台湾囡仔的性命，才是对的。我的囝娘无去啊，我敢救会转来？如果我若救会转来，我愿意要继续共救，我着较自私嘞，救阮囝的性命就好。但是我足清楚的，我囝已经伤刁啊。即摆上重要的是，咱千千万万的家庭囡仔是实，咱搁愿搁要去做兵。咱伫军中死去遐囡仔是实，拢是上优秀的。无就是上弱势，就是故意的囡仔，为何因这囡仔死？我相信你大家足清楚的，因为党人财路，这大家足清楚的。但是嘞，我一直感觉着讲，台湾予我的感觉，一个足艰苦的，第一个感觉是，伊军中的底是大人，囡仔是接到囡仔无去了。因永远因的阴瞒的是伫遐壁甲遐头，一直到昨我们搁拄到一个爸爸，伊的囡仔去西北当啊，他还是很痛，他还是外省人，他告诉我他真的很痛，他到现在经常想要自杀死亡。所以讲，这个代志发生伫家己身上，你倒我都深深体会到这份痛。那一般的人家庭搁拄到，我相信无人体会得到，所以。嘛有人讲蔡妈妈，你出来参选，你干那为着这件代志，无人要选予你。但是我回过讲一句转转来，你若要予蔡妈妈办足件代志，我嘛当管的。但是嘞，阮的这件代志有遮侪离鬼长期来，阁一个咧甲咱管。如果若要甲咱管，咱台湾囡仔敢有影讲一年一年爱死一个，550年一年爱死550个？马英九去警告洪仲丘死亡一段时间，我死2500几个，这毋是我蔡妈妈一日讲的。这是印证之前老爷丁所讲的，咱各家媒体、家民嘴去所调查出来，丢到我的心肝底，我的囝，我的身躯，我甲伊摇，摇到好大汉，我甲摇好大汉，我甲教育伊做人的基本道理，教育甲当爱来甲教育，让伊心肝变成慈悲善良。伊到大汉甲我讲，妈妈，我要来去做职业军人，我感觉非常的光荣。因为要保家卫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荣耀！没想到我的孩子竟然会死在军队，所以我一直讲，我跟我家己讲，我的囝是保家卫国，是咱台湾人的子弟，是咱台湾囡仔，你讲对不对？你国家应该是向咱台湾人一个公道，因为阮蔡先生是
台湾囡仔，伊军中煞死个囡仔，拢是咱台湾囡仔，因为伊是要保家卫国。终结中华民国，终结中华民国，死掉蔡文琪，死掉蔡文琪。三秒，好，撤退，撤退。OK， 好，来打给两个人，画起你的套路哈。2116，光复台湾。2116，光复台湾。2116，光复台湾。咱台湾未来国家，咱的未来国家这个国歌，台湾之金。太平有谁人海边？需要大力支持。